我们常常都说万般带不去，只有平时所做的福，做福啦，带着福的经济，那到了来生去啦。万一呢，没有接触到了善知识，或者是呢，在宗教里一条正确的道路，也许呢，人生啊迷茫中呢、啊，总是呢不知道所造的是什么业，都不知道。到了最后那一刻，什么都带不走，唯有带的呢，在我们在生活中的那一个平常所造作的业力，在那个时候就会跟着我们啊，意识，坦白说一句，就是灵魂呐、啊，带着咱的业力，还是呢，到了下一辈子去了。我们的下一辈子是人生吗？或者是呢，其他的众生各种不同形这生的生态，哪一种生态？我们常常都说啊，众生啊，众生啊，因果轮回啊，因果轮回。哎呀，众众的意思就是很多种生命。我们人呐、啊，人总是有福，在人道啦，不食人心呐、啊，乃人多灵。不过呢，在人道里呐、啊，也有不同样的生活方式。有福的，我时常都说啊，我家己真低好哦，我家己真有好哦，我心为人，所以我得人生啊。各位菩萨，你们也是很有福，也是呢得人生。我们共同啊，又有个更大的福报，那就是我们走入了造福人间，用爱付出，那力量啊，大家汇合起来，真正的一个个铜板累积起来呢，就有很有分量，不知道多少分量啊，不过提呢是重啊，这总是平时在我们的生活中毫无影响，但是呢，在这一念心呐、啊，那一份爱不断累积、累积、累积，这叫做点点滴滴啦，总是积福。时常都说，积福之家有余庆，积福之家有余庆啦，一当达纲达纲。发一念心，造福人间，这些一个福啊，的确平时我们就要发心立业，能帮助人呐、啊、是福，我们应该呢要心存好意，真正的时常。启发自己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呢要有力量去帮助人，这个在发好愿呐、啊，不要讲
怎会无来救家己？家己平安唔免救，所以呢，咱爱去救人。天下的啦，难免啦，都会有灾难。那会当时时汇合迄份的虔诚、善的力量，这呢就是一个平安的福气。人人的心啦，心存善念啦，这叫做福气。所以咱的时时，迄个福爱定啊存伫咱的心灵。多一个所在需要，咱点滴回去，安尼呢，就是力量都大啦。我们还是要用很虔诚的心，祈求天下平安无灾难。但是要得来平安呐、啊，不是安尼求平安就得平安。咱平时呐无祝福啦。真的是求也没有用，我们呢要造福，造福爱高兴了这份呢的福气，爱累积迄个福的气氛。看到了，在天下灾难偏多了，所以慈济人呐、啊，不分在哪一个国家。都是呢，用虔诚的心，身体力行，不是有钱都无法度好救，因为人太多了，需要的就是要给他们的话，开启大家的智慧，要从最根本的爱，能懂得爱护众生。不杀生啦、啊，那要护生，爱护生命，爱将安呢叫做慈悲，爱护众生，慈悲爱护众生，我们呢少吃荤，多素少荤呐、啊。你少荤呢，减吃粗的啦，就减瘦。给行动那的善良，所以说人人啊积善念积善良啊，这叫做福，积善之家有余庆，这叫做福气，给积一寡福啦的气吼，会当保护咱的大地，人人平安。所以很期待，这地球这么大，要听到声音啦，似乎呢声声呼唤，一个人力量有限呐、啊，人人把口口声音传出去，这都是尽力啦，爱传遍给大家人听得到。我们真正的为自己造福，为天下祈求平安，这一定因缘呐、啊，不然来敬福因呐、啊，那还要呢走福缘呐、啊，要敬福因走福缘呐、啊，那咱必定爱。口口声声互相来呼吁，师父还要跟大家人讲，把握因缘，有这个因缘，咱爱一定爱把握，因为呢，因缘轮转呐，因缘轮转呐，咱这世人有因缘，那放过了这个因缘，无迄个机会去帮助人。唔知咱的来生，无带到自由来生啦，天下的这个时间的一滴一滴延续落去，那一生一世啦，
苦难人的愈多。到底咱的来生，六九八金，到底伫倒一个国家？什么款的家庭？咱现在都要好好来用心累积我们今生出世把握造福的因缘，但愿咱的来生啊，六九八金是一个很好、很有因缘，可以造福人间的好家庭。这都是咱这世人开始爱造福、爱把握因缘。但愿人人拢听会清楚，师父伫咧讲的道理吼，那期待大家人来付出啦。